我老豆以後這個病，我聽他那個時小哥說的嘛，我病有個病，我兩個家姐沒有，我大陸又沒有，是我有，今年80多了，離開家不回去了，有個病不好，對家裡人。 我唔知幾時啦，總之我十歲嚟嗰度，今年86歲，我嚟嗰時都有夜幾卅人咁滯，細個啊，成日喊啊，成日喊啊，細個啊嗰時初初都驚啊，成日喊問阿媽，咁細個離開阿媽。 更加凄涼，更加喊啦。咁其實通常老人家都會係4、5點起身啦。咁起完身之後，同事會同佢做一啲生命體徵啦。咁然後咧就會係幫我哋沖涼，沖完涼就食早餐。食完早餐咧，就等我哋翻嚟到酒店咧，就幫我哋做一啲傷口護理工作。 咁喺做傷口護理嘅同時咧，我哋都會係誒踱步子啊，做運動啊。6、7、8、1、2、3、4、5、6、7、8、4、2、3、4、5、6、7、8、2、3、4、5、6、7、8。大家攞埋住嗰啲阿嬸啊，嗰啲阿伯個。 嗰啲阿嬸啊，嗰啲好好噶，對我。我細個啊嘛，細個好手好腳啊嘛。嗰時我好手好腳噶，唔係家咁殘廢嘅。屋企人有啊有嘅，即阿媽唔喺度啦，阿媽死咗咯。阿我老豆我死咗，老豆嚟嗰度。有家姐啊，有妹啊，阿哥死咗。 自己住有幾個人喺嗰個病噶嘛，三埋住咯，佢落邊過嚟嗰處住落邊嗰處屋啊，落邊起嗰時啫嘛，落邊嗰幾間啦，啊落地嗰幾間啊，或者啊你佢唔俾你啊，有個差人喺救我嗰處睇住你噶，唔俾你出到去救，唔俾你過去噶。 但你要經過嗰度路噶嘛，佢唔俾你噶，我要醫生寫紙批准出去香港澳門噶，到時冇人有路啊，咩有橋啊，搭船嚟咯。三個四個一間房喺屋仔底下住嗰啲咧，嗰啲舊屋啊。
那些屋子交給那個屋子交給那個三個人的房子全部女人來的一人一個床位睡覺那個都大過小時候的我舊仔真的很窮沒錢不懂得一百元紙也不懂見著山見著海 到時自己賺自己吃自己賺多少餸餐食政府有就有得給四兩豬肉十四兩鹹魚一斤麵餅自己去海邊去海那時很大的海的家事 我想這個九澳的麻風病院你放在歷史那裡講它的歷史地位就它在珠三角洲對於這個疾病的控制治療康復它作出了很大的貢獻而那個貢獻前後來講應該是跨越一百年的了你當它由那個十九世紀末開始 一直去到依家去到依家它都是在起一個作用的明代清代的朝廷那方面中國人的醫學對於麻風病的看法和處理方法跟西醫有些不同澳門這個麻風病院是以西醫為主可能真的先進一些藥可能會直接一些 所以澳門這個麻風病院在歷史上其實名氣可能會比廣東省、福建省政府自己搞的會名氣會大一點你如果說是15世紀到19世紀或者19世紀上半葉香港應該都是沒有 但後來應該是有的即是到19世紀下半葉但是後來他們香港也將病人送來澳門這個是有記載的華人社區一般來講因為中國人在以前對麻風病的理解就覺得他是不潔即是他是不乾淨的 他是做了一些不道德的事受到天譴甚至乎有這個病即是他們不理解這個病是一種傳染病有這樣的想法底下就對麻風病人一般的態度都是比較差的甚至乎有一些文獻記載當然都是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之後觀察到有些記載就是說有些濫用私刑的有些時候甚至乎會譬如說會活埋一些麻風病人因為他們會懷疑麻風病人是因為受到一些不乾淨的東西的侵襲即是可能是邪靈、魔鬼那類基於他們的迷信就會有一些出現了這樣的處理方式但這個當然很極端的 中國人的社區會怎樣做中國的他會將他可能不是說是一個社區就專門給你那班人在這裡住他可能將你運進去一個類似監獄的地方澳門會好一點我相信他們有一定的一個社區但是一定是在貧民區的我相信一定是貧民區你如果你說望德堂那裡那裡以前是一個貧民區來的 貧民區,然後中間還有一定程度的隔離 他們就集中在這個範圍活動,不是很歡迎他們去了
去咗啲正常人嘅地方啊。咁我記得我細個嗰時，即係你講六十年代咧，其實啲大人都仲會用呢樣嘢嚟嚇你喎。係啊，用呢樣嘢嚟嚇你嘅，即係話即係你唔乖又唔聽話咧啊！即係邊度邊度就有個麻風佬啊，麻風婆啊咁，即係呢個都係比較貶義嘅其實。即係叫熟絡我啲咪，同我哋買嘢做嘢，個個都好熟我哋嘅。嗰啲唔怕嘅，唔係傳染得到嘅。我啲神父你咁耐啦，你幾十年啦，你計幾啦？你唔知四十幾年、五十年嘅呢？阿神父啊，唔怕嘅。我神父摸手摸腳，我哋都係咁咯，唔怕嘅。1963年8月12日。早上，澳門、羅運、九澳、麥福苑起咗澳門、羅運、九澳村、麥福苑，喺嗰度非常之歡喜，嗰啲人好歡喜我。我歡迎佢哋啦！將嗰陣時一齊開大會，改名冇叫做麥福苑，叫做聖母村。嗰陣時大家同意改名叫做聖母村，冇麥福苑，因為冇聽。嗰陣時少數。係夠有，千千多啲人讀聖經，好多亂作曬，好多做夠有。神父喺度咧教，以前咧教過讀書嘅，即係後尾都有教聖經啊嗰啲咁啊，我唔識字嘅，不過自己學到識啫嘛。初出嘅時候，嚇、啊、呢、這個麥福苑。是很久以前在這裡差不多200年，1928年28年、那時候是好督但是主教決定了是三個屋的，就是現在那些五間屋還有一間做嗰陣時嘅聖堂，嗰啲環境，政府幫助，朋友幫助，環境改咗。嗰陣時有啲人我分會翻社會，會翻屋企。嗰啲人最多數目係99個，因為。嗰陣時，嗰間聖堂好細個嘅，唔準得管多人。嗰陣時得到夠鐘就落曬，嘅幫助，處所幫助。起咗今日嘅聖堂，好正噶，冇電壓掹掹噶，後面個神父嚟。自己發展，啊！自己啊拉線去搞澳嗰樣，嗰時係自己發展嘅個神父嚟嘅。好足幫助聖堂帶你化緣咧，咧、哎、就做司機啊嘛，幫助人哋啦，可以救輸。
基本上一個月會有一次，就是出澳門。嗯，有陣時可能唔止一次添，咁就要睇翻個狀況啦。嗯，每一個月定期出去咧，就係去購物嘅。購物主題雖然係購物啦，其實係自由活動咯。嗯，咁如果輪椅，我哋可以我哋就會推佢去一啲街市啊咁嘅地方，咁佢哋中意食乜就自己買乜啦。啊，咁行得走得嗰啲咧，佢就會去啊街市買餸啊。咁食完之後咧，我哋又會推佢去遊啊呢個超市啊咁樣咯。嗯，咁呢個佢哋最中意嘅，係啊，最中意出街啊，真嘅，因為喺度好悶。This is wrong. I'm just feeling older.我姑娘成日帶我哋去街噶，每日帶我哋飲茶啫，每日通通雨神。以前我哋就冇家氣啦，真係冇家氣噶。求其有年有節，人哋啊減些啊拎啲送啲嘢，你唔識嘅啫，冇噶冇家氣。自從阿何姑娘嚟咗呢家，帶我哋有去皇庭飲茶，氹仔嗰間咧。This is wrong, wrong, wrong. I'm just feeling older. This is wrong, wrong, wrong. I'm just feeling older. This is wrong, wrong, wrong. I'm just feeling older. 有家業咧唔開心啊！老大啦，幾十歲，兩個女幾耐啊？你七十幾年啦，最耐係我噶啦。嚟澳門啊，有時咯最開心啊，買啲嘢食啊，買件衫啱嘅，買件衫著啊咁，最開心。
我哋呢度嗰個狀況比較特別，通常咧行得走得嗰啲咧都唔會理我哋，因為佢哋有佢哋嘅世界啊。就算應該咁講，近來會好一啲。以前咧，即係佢哋行得走得，即使我哋一齊去旅行咧，行得走得嗰啲咧，佢唔似有咩病嘅，佢都會行遠離我哋一啲，明啊？即係感覺冇外眼咯，因為我哋有啲遠友就個樣會特別啲。咁即使我哋推佢哋去街啊，即係同事啦，甚至我啦，我哋都要接受一下呢個街上面行人嘅奇異目光。都唔驚我哋，有啲都唔驚嘅。我都九好我都識到有個阿婆啊，識到啊，嗰幾家死咗啫嘛。佢當我女咁噶，好好噶個阿婆，即係睇住我嚟嗰度啊嘛，即係睇到我嚟嗰度啊。咁佢紅人咩地方都係噶啦，初啊，佢話坐落住落咪得咯，冇事啦嚇。總之有地方住，有啲識嘅冇事，過埋嘅日子咯。你悶都冇位置啦，睇下電視啊，瞓覺啊，聽下電視機咁樣過咪就，自己受高又唔行，天時冷天時熱得嘛，邊行啊中啫，算唔算？係咪係今個日嘅啦？性格改變咗啊！因為之前咧，佢係一個都算係有自我能力。好有自我能力的一個老人家嚟嘅，咁因為佢有一段時間咧，就喺山頂切咗只腳啊，好長嘅時間，咁可能冇乜俾佢落地啊，咁又叫做可能叫照顧周到得滯，所以翻到嚟咧就會覺得要好似一個好似我哋另一個院友科學家咁樣，佢有啲妒忌心。點解咧？就因為科學家同佢同房啊嘛，咁科學家咧，我哋嘅科學家咧就係佢盲嘅，咁咧就又冇只腳嘅，咁我哋自不然同事係咪會對佢照顧會多一啲？但係而家佢 OK 好好啊，甚至我哋冇乜人手嘅時候咧，佢會識得自己摸好衫，咁就擺喺度。預備好個架步，我哋同佢上床，而家係好好嘅，但係有陣時都會發下啲少爺脾氣。Been love. I speak with no one to hear what has been said. 好似要搬啊，搬去第二度啊？未啊，未冇讲过搬啊，佢跟住。冇話，唔知咁清楚啲嘢。冇人同你講啊？啊冇，我佢一頭先冇講出嚟，知唔知啊？但係好似要搬喎。唔清楚啦。咁你覺得好唔好啊？嚇！佢搬點算都係咁啦。佢幾十歲啦，你咪跟住咯。嗰啲我唔清楚啊，嗰啲嘢。
咁佢咪好掛住呢度啊？啊，掛住都冇乜事噶，人哋你跟大眾勸噶嘛，你自己又會有咩回事啊？Listen, I'm so tired. Just take me in time tonight.